福音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是南回的福音，是南回751页，南回是873。福音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何西阿王死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宽宽的宝座。伊的身骨飞落满殿，伫伊的顶面有十六顶跟随在徛，各有六个膝，连两个膝食面，两个膝食脚，两个膝在飞。这个像，迄、那个号讲，现在现在现在，万军的耶和华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，门庆因为像甲号的声来震动。便就烟云满满，一时我讲，我有才料啊，我袂无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要踮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，因为我目睭看见王，万军的耶和华，有一个西拉兵过来徛我，我伊手下热热的炭，是用火炬对山顶下来。将炭下伫我的嘴，讲看，即、這个下伫你的嘴唇，你的嘴挂着毒气，你的嘴哦就下面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，我通说是一嘴啊，一嘴在为阮去。我就讲，我伫遮，通找我。这是上主的话。今牧师要见道的题目。予上帝蒙着，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咱今日咱知影咱即落大雨啦吼，但是啊吼嘛是有迄个 passport to Taiwan 啦吼，所以今日做老实的，咱即个民族伫遮吼，希望讲咱同乡啊吼，伊不管是去对啦吼，拢平平安安啦吼。我即马我头袂记哩，甲这放起来，所以我即马袂用。好，我记，我想啊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另外一个人，咱会使咱做欣赏，敢毋是？可能这个人是一个政治的人物，嘛可能是一个这个。文动咱每一个人拢可能会去欣赏一款人，另外一个人，我吼最近啊吼，做欣赏一个这个料理师啦吼，我咱唔知吼，知影这个名无？伊的名叫 Bobby Flay。OK， 安尼袂歹啊吼。伊的名是 Bobby Flay 啊吼，伊纽约遐有餐厅啦吼，嘛 Princeton 迄 Market Fair 遐，吼，迄间。你 hamburger， 嘿，你拢知啊 ？Princeton Market Fair 遐有一个餐厅，迄 hamburger 吼，你若去食 ham， 伊个 hamburger 啊吼，莫讲要食大粒个啦，吼，伊拢细粒啦吼，但是最好食。我无去伊个餐厅，离纽约餐厅食贵，因为要去食迄拢足贵个，然后无遐值钱吼，但是伊个 hamburger 真正袂歹食。啊，我为什么做欣赏伊呢？因为我感觉伊个节目啊吼，足趣味个。伊有一个节目啊吼，叫即个 Beat Bobby Flay， 意思就是讲啊吼，你来，甲伊煮，你会使赢伊无？伊是做到即个料理师嘛，所以伊个比赛吼，比赛讲你有法度赢过伊无吼？因为伊做到主食呀吼，所以若是真正要赢，真正赢。的时阵啊吼，这个名声是袂歹啦吼，甲人会使甲人讲，我去比赛主角，我赢迄芭比 Flay 哦，迄就袂
袂歹哦。你若有参观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拆起来，哎、搭起来，迄、那个袂歹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节目啊吼，足趣味的，有啥物啦吼？时常拢有两个人拢在来比赛，啊，这两个人比赛拢是料理师啦吼。啊，两个人比赛以后赢的迄、那个，就甲芭比费比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知影主角的迄个比赛，拢知影讲哦，两个啊吼，两个会先有个你啥物料理做伙去煮。但是这无共款哦，芭比费有足厉害，所以啊吼，伊进前都唔知影讲迄个料理要啥，而且啊吼，唔敢安尼。迄、那个赢的迄个料理师要甲伊比赛之前，伊就甲伊讲讲，咱今日要煮的是啥物啥物啥物。所以迄个芭比费拢到迄个时阵才知影讲要煮啥。啊，迄、那个另外一个要比赛的，甲伊要甲伊拼的啊，迄、那个人就爱讲讲伊上高煮的是啥，啊，两个就煮迄个菜。45分钟以内，以内啊吼，拢啊甲这道菜好煮好，然后有三个这个裁判会去讲哦，对一个较好食，对一个较好看，对一个皮较好。哦，迄芭比粉真正足厉害的吼，80% 拢赢。所以伊唔知影讲要煮啥，迄个人知影要煮啥，而且是伊个上高的拿手菜，伊嘛唔来赢。哦，所以我足欣赏伊个伊本人嘛是足。嘛是足缘投的啦，啊嘛是足好笑，嘛是足趣味的，所以我足欣赏的这个人啊吼，吼、哦，若是我都介意我握手啊，我是足，我下摆足很高兴啦吼，啊，因为啊吼，安怎呢？我顶礼拜对家出回来的时阵啊吼，我有看到一个人，我捌伊，我唔是个捌伊，我认伊啦吼，伊坐伫我边啊，我讲，你是不是？某某人，迄个人，Chris Broussard， 你可能知，这可能知这个人啦吼。我知啊，因为我讲，你是不是 Chris Broussard？ 伊讲是啊。我讲，哎呀，笑死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 OK 啊，安尼就 OK 啊吼。咱，但是我虽然做欣赏 Bobby Flay， 我虽然做欣赏 Chris Broussard， 我敢真正了解这个人，这两个人。虽然有甲这个 Chris Broussard 握手以后，甲伊接触，甲伊讲话，我真正敢有去了解这个人是啥物款的人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吼、哦，但是啊吼，伫今日的竞赛内底，伫迄个第七集遐，Joseph， 你可以把那个放到，用到上面那个金姐的地方。上帝以赛亚讲有一个西拉兵飞来话，另外伊个手提小小的炭，炭，对吧？炭对啊吼，伊用这个炭来下伫伊个嘴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句英语是讲啊吼，用这个炭来摸伊个嘴，来摸伊个嘴，不是下伫遐，不是讲安尼下伫遐来摸一下，吼、哦。然后伊就讲，这个碳碰到你的嘴，你的所有的罪拢离开，你所有的罪恶拢会得到赦免。啊，这啊吼，头拄才讲啊吼，所有的罪啊，甲所有的罪，你想讲罪过啊，甲罪恶，可能是感知，唔是？这个伫遮吼，这英语是讲 sin and guilt， 罪加内疚。啊，甲心内有欠缺，吼、哦，不是，内疚 ，sin and guilt， 罪过跟内疚，应该是安尼翻，所以伫遮吼，伊家己讲，伊西啊，这个痰去放伫你的嘴，啊，你的嘴遮，你的罪伫着下面，啊，你的内疚伫着头发，所以意思就是讲。那是予上帝去摸到，然后上帝天使去摸到，接触到，
不但是你的罪拢会离开，你所有心内欠缺，嘛会得到偷拔。这是足 powerful 的一个经章。咱应该有经过这个内疚，吼、哦，内疚这种的感觉吼，是咱人足艰苦的一个这种的感受。有时阵，咱有足侪时阵呐，吼，会去无注意去伤害一个人。这个人若是咱足疼的人的时阵，这个感觉是足艰苦的。啊，有时阵我后背藏物件，啊，查某囝去跋倒，因为我后背藏物件，啊，迄内疚哦，迄是足艰苦的，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真正有良心的吼、哦，做唔到物代志，时常拢有叫。伫来咱内底，伊西也伫遐咧提醒咱，若是上帝去摸着，不但是咱的罪会得到赦免，咱的内疚嘛会得到头发。这是为虾米呢？因为这对咱今日的经节内底，咱会看到三个原因。这三个原因就是讲：第一，上帝是上权的主权者；第二，上帝是永远的；第三，上帝是稳定。咱去迄个第一节听，咱去第一节听。吼、哦，乌西亚死迄年，我看见坐伫高高的宝座上，伊的衫垂落满殿，伫伊的顶面有西拉兵伫遐咧徛，有六个市，一个市食食食食食食，吼，食食伫食兵。两个膝，伫只脚，两个膝伫遐哩飞，伊遐哩唱，现在现在现在万军的耶和华，伊会用光充满全地。咱也是会注意啊吼，这第三节遐吼，这第三节看到咧耶和华上帝的主权啦吼，这三节遮有啥耶和华的主权啦吼，因为是种 sovereignty。主权这个字时常是你讲这个国王的啦吼，那是一个国王，那是愈大愈有名，伊的主权就会更加高。迄个时代时常有一个现实的办法来表现一个国王的主权，咱知影啥无？就是伊的衫，伊的衫，伊的衫，迄个袍啊吼，伫公共场所遐你穿的迄个衫啊吼，拢会较好看。哦，不但是啊，迄个衫哦，迄个时尚的较长的迄个袍，伊就是讲后壁有一个尾啊，吼、哦，咱我昨昏，阮弟媳妇的妹妹结婚，所以我去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的结尾迄衫的尾啊，吼、哦，嘛是都长的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国王伊死的时阵，你的尾啊，迄袍的尾啊，若是愈长，你就是主管愈悬，迄个时阵的这个 culture 吼、哦，这个文化，吼、哦，咱来看，我看我的主坐伫高高的宝座，伊的衫垂落满殿，唔干长长尔，伊的衫垂落满殿，规个遐拢是，迄就代表讲这个主的主权是偌大，这是迄个时代的这个传统。所以看到安尼，万王的王，万王的王，万军的军的意思。也佮，伊用这个主啊吼是挑剔的。我看见主坐伫高高的宝座，这个主这个字是挑剔的。那是伫英语的圣经内底啊吼，这个字啊吼，主这个字是 Lord， 好 L O R D 啊，有另外一个主。有另外一个 Lord 伫咱遮吼，迄、哦、就是第三节耶和华。耶和华嘛是 Lord， 英语你若分诶，即个翻开即个英语的圣经内底，主是Lord， 耶和华嘛是 Lord， 但是无共款哦。啥物无共款？迄个第一节的迄个 Lord 是 Adonai， 意思就是主管的意思。迄、那个耶和华 Lord 是耶和华耶和华，但是迄英语无共款写，你若真正去注意写，迄、那个第一节的迄个 Lord 是 L O R D， O R D 是小写。
即个第三节 ，LORD ORD 是大写，但是咱话啊，台语有甲伊分去啦吼，啊若英语你若无看无清楚，你会看无看到，吼、哦，所以即个 Lord 伊是较挑剔的啦吼，伊要用迄个意思来讲，讲耶和华阿多奈，就是讲耶和华有大大的主权，好、哦，有大大的主权。我这是主权，应该是主权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主权，耶和华是上权上大的主权的一个主，好、哦，所以咱安尼想的时阵，好、哦，咱安尼时阵。那一个主权足大足悬的主权的国王来蒙咱的时阵，咱会安想？迄个特别的，咱即马可能无迄种的感觉啦吼。咱可能也是两千年以前啊吼，一个大上悬上大的这个国王来到你住的所在啊吼。迄个 feeling 啊，迄个感觉是跟咱即马像安国王。哦，迄个时阵就较无共款，就心想我迄个芭比粉啊，敢我稳到啦，安尼会使较悬的吼。迄芭比人啊，稳到我咧无共款啊，爱清理啊吼，迄厨房拢爱清理好好。哇，你要带我去买，你爱接住，就是迄种的 feeling 吼。啊，伊来到恁遐，也是讲伊来摸着你，吼，甲伊握手，迄种的 feeling 就是。这个上帝主管的 feeling， 底下你讲的这个 feeling。第二，为什么？就是讲，第二就是讲，上帝是永远的。这是安怎讲的？咱有看到，以赛亚伫乌西亚死后，再甲主见面，这个乌西亚王是啥呢？这个乌西亚王伫历代志遐第下哦。26章，遐有看到，咱有看到啊吼。这乌西亚王啊吼，是做52年的王，伊是好还是歹王？咱会记住无？乌西亚，16岁就开始做王，做52年，伊做迄、那个52年的时阵做足好的，做足好的，是足好的王。伊行耶和华目睭中威严的代志，吼！但是伫第52年遐，足久的时间以后，伊家己呢讲，哦，我足敖的，骄傲以后就开始讲，我啥物拢会使来做。伫遐的时阵，伫52年以后啊，吼，伫遐，乌西亚就讲，我唔敢要做国王，我嘛要去做祭司。我唔敢要做国王嘛，要去做祭司，所以就去圣殿遐讲，我来做祭司，我要去迄个香嘛，要去来香坛遐嘛，要来做祭司。伫遐呢，耶和华讲袂使，就予伊开歌，伊就死去，虽然拄开始的时阵，乌西亚啊是一个足好的国王，但是后来有足歹一个足歹行为。予耶和华处罚，死以后，伫死去以后，以色列人可能想讲，哇，即马惨啊，即个足好国王无去啊。但是上帝呢讲，无要紧，即马以赛亚要来啊。哦，这为什么这个足重要的？就是讲，咱来看，上帝的旨意是永远的旨意。一个足好的国王，咱可能也是较好讲的，就是讲，若是一个教会有足好的牧师，52年，安尼讲，吼，讲哦，即安尼足好的，啊，这个牧师走以后，我讲啊，安尼惨啊，阮教会要安怎？吼，有足侪教会拢会安尼，啊，所以足侪教会若是安尼的时阵，伊就开始讲啊，我要安怎？吼，但是咱这个经在这个经验甲咱。甲咱讲，就是讲，上帝的旨意是永远的。上帝的旨意是永远的时阵，无管迄个国王、迄个人是偌好，伊也有其他的安排。伊
以后，以赛亚一个足好的身体就马上就来啊，就马上就来啊。咱最近，咱是要来做见证。这上帝是永远这个物件，这个心态，这个意思啊 ，mindset， 咩样讲 ？mindset， 唔知 ，OK。这个上帝是永远的这个 mindset， 咱都会记。为什么呢？咱咧见证的时阵，是上一个就有可能会去做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咱干那看家己需要是啥。咱家己看家己要需要是啥的时阵，咱无看以后需要是啥的时阵，咱就会袂记讲咱的上帝，咱所咧敬拜的上帝。是永远的上帝。咱这代了以后，上帝也有其他的旨意，其他的这个pass。咱来看较远的，咱有足侪时阵，咱家己看家己的时阵，咱就袂记哩讲上帝的时间是无限，咱是有限。所以咱咧更长的时阵，爱想讲以后台湾的移民要来到美国。尤其是来到New Jersey的时阵，因的需要是啥？跟咱的需要可能无同款。所以，若是安尼做的时阵，咱就会较合上帝的旨意，因为上帝是永远的上帝。所以，当以赛亚和这个永远的上帝望到的时阵，你感觉哦，这个上帝真正是足怪、足大的主管的上帝。第三。上帝是稳定。我先是想你讲，咱基督教啊吼，甲其他的宗教吼，上大个无共款是啥？我昨昏甲即个安达瓦森哩哩食，安达瓦森哩食饭啊吼 ，Anderson。你就你家己讲，我是安达瓦森，就家己讲你是安达瓦森啊。Anderson 哩食饭嘛，啊，咱嘛知伊是迷信者嘛，伊是毋是基督徒嘛？啊！我同伊个食饭，你甲伊讨论讲，以后因为伊嘛是甲我差不多同款份，同款年纪嘛吼。啊！我就甲伊讲，咱安尼啊吼，咱以后要伫即个 New Jersey 食吼，啊要为着以后的台湾人要做啥嘛吼，我就开始伫讨论讨论，当无讨论做仔细的，所以免问啦吼。但是我伊就问我一个问题，讲啊，我毋是基督徒啦吼，啊我有一个问题，讲先。几个宗教拢共款啊！我著甲伊讲啊吼，其实啊吼，阮基督教较无共款，就是讲，阮的上帝是稳定的上帝。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这是啥物意思？因为，敢若有基督教、耶稣基督，即、這个上帝独生子，自愿来到人的世间中受苦、受死，毋是为着家己。是为着咱每一个人，这个稳定，这种的稳定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独一的，无其他的。这就是基督教甲其他的宗教上大的无共款。这个意思不是我干咱我编出来的，这个意思啊吼 ，C.S. Lewis 嘛有讲过，伊讲稳定是基督教的独特的观点。在今天的经节里面，以赛亚见，下一个，帮我弄到下一个。以赛亚见到，见到上帝的时阵，甲见到主见面是讲，我有灾祸啊，我会灭亡啊，因为我的嘴唇是无清气的人，甲佫踮伫嘴唇无清气的人民中间，因为我目睭看到王万军的上主。以赛亚明白，甲摩西共款，伊袂使甲遮即个耶和华见面，所以当西拉兵来甲握伊的即个嘴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稳定的动作，即、這个稳定的动作，伊予即个西拉兵来摸到的时阵，代表上帝摸伊的时阵。这是稳定的，一种稳定的动作。兄弟姊妹，
我时常咧问咱每一个人，伫即个分组查囡拢有咧问，咱真正了解讲上帝对咱的恩典是偌大嘛？咱每一个人，当咱受洗的时阵，透过水的洗礼的时阵，圣灵来到咱的心内，上帝是亲自摸着咱的心的。上帝亲自摸着咱的心，这是偌大的即个恩典。有足侪时阵，咱拢袂记哩，即个恩典是偌大。咱来到礼拜，咱有足侪时阵，拢甲即个敬拜即个目标放伫咱家己，毋是咱上帝。咱有足侪时阵来咧礼拜是为着要敬，咱来到要来礼拜是为着要来敬拜上帝，毋是要来安咱家己的心，是透过敬拜上帝来安咱的心，是透过敬拜上帝，敬拜上帝的稳定，这是咱的回应，然后咱的心才得到平安。咱为什么要敬拜？耶稣基督受苦，上十字架救咱，望到咱的时阵，这个自然的反应，就甲以赛亚讲同款。上帝问伊讲：“我会使找谁去？谁会使肯替我去？”伊讲：“我伫遮找肯我。”家己姊妹，上帝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无法度形容是偌大，伫你的生命中、生活中是偌大。但是我感觉讲，咱归正派有一挂已经较败落的这个习惯，就是讲，因为咱归正派拢是靠恩典咧活的嘛，吼。By faith through grace， 咱信有恩典，咱就得救。这种是好的意思，但是有另外一面啊吼，就是讲，咱有这个想法的时阵，咱就会堕落去。啊，就是讲，咱家己无啥物反应，就会才得救。为什么爱啥物反应？其实这是唔对的想法。对的想法就是讲，咱知影上帝稳定是偌大，咱的反应就是爱偌大。咱刚收到上帝稳定是偌大，咱的反应，咱主动的反应来敬拜上帝，咱主动的反应奉献咱家己的时间，奉献咱家己的咱家己的金钱，什么的反应，拢是自然的反应出来。有足侪时阵，咱拢袂记哩后面一个，得到就好，袂记哩讲反应是啥。今日上帝哩问，耶和华哩问。上大主权的上帝，你问我会使找谁去？之所以肯为咱、为阮、为这个世界去做我必要去做的代志，乡亲们，你的反应是啥？上帝望到你的反应是啥？咱三个人，听看阮今日上帝感谢你，唔知影。有时阵，阮会袂记哩你的稳定，另外咧生活中有足侪时阵，拢会袂记哩你对阮